战门缉拿尔等速速绞尽伏法。休想！旋风剑法，方向着火了。
怎么死了这个表情呢？找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翰林院文渊阁有人蓄意纵火，致使永乐大典焚毁，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郭子迪惨死宫中，事态严重，急召六扇门女捕无双即日回京，现两笔线断案，以安众心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叫！叫！没想到宫中会发生如此重大命案，无双呢？以飞鸽传书沧州驿站，正火速赶回。此案非同小可，必须速查严办。是。老小满门灭尽，太残忍了！仔细勘查。无双大人，时间应该是两个时辰之前。无言大人颈上头上都有被撞击的伤口，但都不是致命的。这致死的原因就是打到前胸骨的一肘。至于你像这样笑着死的表情，老朽二十年来阅世无数，
看着伤口，莫非是？千龙掌，这千龙掌是上等武学，失传了近20年。那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那时候还没你呢。这门功夫，当年与大野帮的降龙十八掌不分上下，无坚不摧，无护不破，每一招都有很强的威力。 传说有一招叫做千龙伏魔，更是气吞山河，威力惊人。此功夫如此英雄气概，怎会做出这杀人的勾当呢？嗨，江湖上的事儿什么都可能发生的。哎，你看看，有人用飞黄石袭击我，当时很悬啊，亏着我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了，要不然啊，就真中招了。 陈公公，有人在案发时上过房。哟，凶手难道也会飞檐走壁？小兔崽子，说说案发当晚你们看见的。郭公公。 把一个宫女骂了，还打了她一巴掌。为什么？宫女叫玉秀，郭公公平日里对玉秀挺照顾的，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骂了玉秀，然后他让玉秀拿两本抄好的《永乐大典》到文渊阁。听说玉秀出门后居然把书交给了太后，然后当晚翰林院文渊阁就着火了。哎呀，这玉秀脑子是怎么想的？太后不怎么看书。 怎么把永乐大典送给他呢？这得问玉秀。书还在太后那儿吗？为了不让太后操心太多，小人就去太后那儿把书收回来了，后来全都烧没了，全成粉末了。宫女青青那儿在整理废墟的时候，好像还收集了一些。大人。 你是谁？借看一下，看完即还。 罢了罢了，一堆碎片也看不出什么线索。在下告辞。站住！缘分，缘分，在那边，快！站！诺。怎么样？文渊阁已被人清理完毕，找不出任何线索。 把锦盒带回律师门。是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青青姐姐，您还不知道吧？ 玉秀姑姑，她死了！玉秀，她死在井里了。姑姑，姑姑怎么办呢？姑姑，姑姑。
刚发现的，所以我们把它给捞上来了。昨天中午就没见着姑姑了。玉秋进宫几年了？姑姑是宫里的老人了，怎么也有五年了吧？近日她跟随郭公公一起修复永乐大典的副本。我听说姑姑原本是武城兵马指挥司赵大人家的家奴，一直在御书房里研墨。武城兵马指挥司，他怎么打扮这么素净，连个簪子都不带？这个，大人饶命啊！小人心想，姑姑死也死了，留着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，于是刚才打捞尸体的时候，小人便把姑姑的簪子拿走了。玉秀不是自杀，而是中毒。是谁想毒害玉秀啊？他身上有千龙爪的掌印吗？没有，我们得去调查一下武城兵马指挥司赵大人。玉秀以前是他的家婢，只是……是啊，武城兵马司隶属于兵部和督察院，是双重身份啊。只有皇上的手谕方可钦察呀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不能惊动皇上。武修，江湖上有什么消息吗？命案发生后，江湖各大门派都在追查青龙爪唯一传人的下落。凶手未必是他，消失了20年，突然现身杀人，这不合情理。莫非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你速去武城兵马司窥探情况，注意隐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是。胆子不小啊，六扇门的卷宗使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？哈哈，没想到你这身打扮还挺漂亮。是你啊，快点束手就擒，免得我动手。哎，我说我也是为了查案，别无恶意啊。嘿嘿，缘分缘分。油腔滑调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拿你去官办？别呀，我又不是做坏事的，再说了，你一个女人查案，肯定有所限制。我看这样吧，你代表朝廷，我呢
代表民间协助你。这江湖上的事嘛，嘿嘿，我可是通天晓。算你有见识。卷宗留下，缘分，缘分，不用追了，看后即还。他的轻功可是天下第一啊！你要想追上他，我看悬。他昨日在宫里抢夺永乐大典三片，今日又撞到我门上偷东西，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，无所顾忌。啊，是啊，他就这样。你是天下英雄都知道，唯独就不知道他呀？不可能吧？他就是江湖人称侠盗的叶枫。哎，据说还是小李飞刀的后人。他怎么会使用乾隆爪？你想啊，他什么都会偷，哎，偷宝。偷书，偷银子，哎，再偷几招其他门派的武术招式，那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？太有可能了。据我所知，好像他就是没有偷过女人。怎么了？他偷走了我的玉佩。啊？是吗？什么叫大盗？这回你就体会到了吧？大盗？啊！总有一天我会把他关进大牢。哎呦，不是我说你啊！哎，那皇家大院，他进出就和到自己家一样啊，如履平地。哎，他从这儿拿出去的东西，哎。最后还会完完全全的给你送回来。千龙无影剑中来，杀人无意掌中鞘，四爪击掌应万变，掌风气贯身如龙，千龙伏虎。龙凤对玉，还有半块在谁那儿呢？莫非他还有个姐姐或妹妹？有点意思。
寇，大明令杀无赦。
这是在哪儿？大人不必紧张，我叫上官环，这里是飘香阁，叶枫送你来的。大人可以试着活动一下，看看是否好些了。你就是闻名京城的花魁上官环，谢谢你救我。大人不必客气，请。初见大人，我就觉得很亲切。大人以后叫我小环就行。依我看，大人是中了冷香凝玉之欢药，好在药效两个时辰就会消散。你怎么知道我中的是冷香凝玉？在下久与江湖人士打交道，朝廷中也有一些朋友，略懂医术罢了。姑娘见多识广，佩服。叶枫呢？他已经回去了。对了，他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说来实在惭愧，小环很喜欢这个玉佩，本来想让叶枫送给我，没想到是大人您的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谢谢。来，对无双大人，小环早有耳闻。小环十分佩服大人，只不过大人也是一个女儿家，这么多年为了查案，为了朝廷，青春韶华都付诸风霜剑雨，桃李年华已然逝去，如果还不趁着年轻打扮一下，花样年华就如同流水落花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什么青春不青春，女人不女人的，心里只是放不下朝廷跟江湖罢了。对了，大人，这是您衣服里的，您的官服我拿去洗了。大人，这是红罗霓裳，皇后赐的，小环就将它送给大人。哎，不用了，穿不了，太花了，再说穿出去没法办案呢。小环倒是希望您一试。对了，你说的冷香凝玉是不是这个？小心。大人暂且回避，以免中毒，请。这就是江湖传说中的冷香凝玉，西域雪山上的一种植物，花朵带有剧毒，叶子可以制造一种蓝色的香，对普通人食用没有什么杀伤力，但是对于武功高强的人来说，毒素就会快速游走于任督二脉，中毒者内功越高，毒素就会越大，而且会让人产生幻觉，中毒过量就会笑着毙命。所谓斜迹娇娥夜卧池，梨花风静鸟栖枝，就是江湖中人用来形容这种毒药。好在药效会在几个时辰之内消散。看来这乾隆爪只是障眼法，也许凶手是想嫁祸乾隆爪。
上官桓。人家可是卖艺不卖身的。我爹有的是银子。就如同流水落花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京城屡发命案，涉及江湖，影响朝廷安危，相信大家应该也听说了，消失了近20年的千龙爪再次现身。小女知道此门功夫的厉害，也知道几个千龙爪的招式，只是不知道这门功夫是否还有其他传人。千龙爪是独门武功，20年前只有一个人会用，那就是铁飞。不关铁飞的事，贫道听闻乃是女鬼所为。什么女鬼？现在整个江湖都知道凶手就是消失了20年的铁飞，是他用千龙爪杀了人。我们这些武林正义豪侠应当联手将其铲除。哎，铁飞当年义薄云天，隐居20年，怎么能杀人呢？每个死者都是中了千龙爪，但死者的死因多为出掌前的冷香凝玉致幻药所迷惑。请问各位前辈，铁飞是否擅长用毒？铁飞当年是武林盟主，名号响彻江湖，断不会做下毒这种卑鄙的勾当。李道长所言极是，千龙爪的功力当年我们见识过，如果用掌打不死人还要用毒，那就说明根本不是铁飞。但据我所知，千龙爪是铁飞的独门绝技，也从不外传。如果说不是他本人，难道是他20年新收的徒弟？铁大侠当年有收过什么徒弟吗？铁飞没有徒弟，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。只是这事儿不提也罢。但是他当年被不知名的仇家追杀，导致妻离女散。现在他恐怕是隐居山林，再也不会出来了。要我说，不如发个江湖通缉令，将铁飞逼出来，到时便可真相大白。对，就应该铲除铁飞。那如果铁飞是凶手，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？铁飞一生光明磊落，出这么大的事，他肯定会出来解释清楚，断不是苟且之辈。那20年前他全家被杀，怎么躲起来不报仇啊？
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请问各位前辈，冷香凝玉这种毒药，江湖上谁会使用？此毒恐怕只有黑白二鬼会用。黑白二鬼。探子回报，赵府整日大门紧闭，武城兵马指挥司里外戒备森严，无法靠近。哎，急也没有用，我们没有证据，贸然调查，兵部和督察院我们都没法交代。可皇上限令我们两个笔线破案，现在，哎呀，每五天一个笔线呀，时间这么紧迫，可我们做了什么？你，还有你，不着急呀？你们都不急呀？那，可是我们也不能把人抓来询问呀，那咱们线索不就这样断了吗？看来，只能找江湖中人帮忙了。你是说找叶枫？他可是飞贼呀。只能这样了，他轻功好，闯皇宫都是如履平地。我去说服他，让他去窥探武城兵马司赵大人的动向。你学会变通了。好。好。姐，那你就那么确定他三天之内能来？他三天之内来不了，咱这案子就破不了。那咱们这案子破不了，那么就只能等着皇上降旨砍脑袋。来了，叶枫，你居然破了我的机关！哼，就这点雕虫小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写有胡言的飞黄石是你所为。没事吧？武城兵马指挥司赵大人已经遇害。成兵马里应外合，开门迎宾尽可得。休想让我调动一兵一卒。
如懿，你报杀父之仇的日子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谢谢师父，我一定会手刃杀父仇人。好女儿。<笑>快请郎中。是。 六扇门办案。夫人，问你个事情：宫里的玉秀姑娘以前是你们家丫鬟吗？ 没有，没有此人。对不起。已经是5年前买的丫头了，是我家老爷直接送入宫中的。老人家，请问。 赵大人和呼延大人熟吗？熟，还熟，科举同年嘛。那宫里的国公公跟我家老爷也算是发小。老爷忠于朝廷，一心想戴罪立功，只是出生不清白。什么不清白？ 我活了这么多年纪了，也不担心什么了。老爷年少无知，参加了叛党。叛党？黄花会。这就是老爷的书房。 开门迎宾，进可得。月圆夜宫内黄花开。 公子，说你们崆峒派的七双拳很是厉害嘛。嗯，那是。公子，你可比你的叔父大方多了。必须的。
潜龙掌是独门武功，20年前就一个人会用，就是铁飞。铁飞当年是武林盟主，断不会做下毒这种卑鄙的勾当。大人是中了冷香凝玉之欢药，2个时辰就会消散。此毒恐怕只有黑白二鬼会用，凶手就是消失了20年的铁飞。如果用掌打不死人，还要用毒，那就说明根本不是铁飞。老爷年少无知，参加了叛党黄花会。铁飞没有徒弟，他当年被不知名的仇家追杀，导致妻离女散。姐姐，江湖陆续有人被千龙爪所杀，各大门派正在聚集召开擒铁大会，我们怎么办？黄花会的创会者原本是位将军，但因不满太祖皇帝当年裁撤兵权，创立了黄花会。会中余孽，多数隐匿于朝廷和武林。会中有江湖上的武林高手，也有朝廷的密探，他们图谋有朝一日揭竿而起，推翻朝廷。赵大人家的老管家说，赵大人早年加入黄花会，出身不清白。我查得赵大人复位后开始倒戈，暗中协助朝廷铲除黄花会余孽，以求戴罪立功。据修缮永乐大典工匠们的家眷所言，他们此次进宫看似修书，实则是假借修书之名图谋一件大事。月洒余晖映山河，远古声声平战火，夜梦妻儿心有过，宫廷楼宇喜欢歌，内府庭院望楼阁，黄昏古稀老无惑，花落无情难分舍，开门迎宾尽可。月圆夜，宫内黄花开。赵大人派玉秀进宫监视郭公公，协助修复永乐大典。后来玉秀得知了永乐大典藏头诗的秘密，冒险将永乐大典交予太后。郭公公怕事情败露，故毁灭证据，放火烧毁了文渊阁修缮中的永乐大典，从而也阻止了黄花会借用永乐大典重修之机，以藏头诗里应外合，传播暗语，造反阴谋。好在赵大人和玉秀对朝廷尚存一丝忠心。我想宫内定然还有隐匿更深的黄花会余党，还有5天就是月圆之夜了，但愿含有此诗的永乐大典副本都随一把火灰飞烟灭吧。如此倒也说得通，那无双行事更要多加小心。何人击鼓？铁飞。不是来自首的，我是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请。
九湾铁大侠江湖威名，今日得见，实属幸会。只是本官有一疑问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铁大侠是否一直行走于江湖啊？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退出江湖，归隐山林20年了。没想到事至今日，应我铁家的千龙掌，搞得江湖腥风血雨。我铁飞深感惭愧呀。那么，铁大侠是否收过徒弟？有人居心叵测，用你的功夫杀人，因江湖各派前来追杀你。莫非是有人想找你报仇？报仇？20年前，我有幸担任武林盟主。当时江湖上有个宿敌，人称黑白双煞。他们两个是夫妻，他们加入了黄花会，为了推翻朝廷，就勾结流寇，烧杀掠夺，无恶不作。我虽不是朝廷中人，但我身在武林，岂能容忍如此败类在江湖上胡作非为？因此，为了铲除武林败类，我就带领大家对黑白双煞进行了追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将他们二人逼至在这绝龙里。满门！啊！啊！我当时并不知道白沙身怀有孕，伤其无辜的性命，而且黑白双煞想要孩子，多年不能如愿，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可，唉，事后我真是追悔莫及，日夜寝食难安，吃斋念佛，发誓再不过问江湖。那后来呢？半年之后，当我再次回到家中，陈青，我带着两位小姐走了。陈青，他们母女三人肯定是遭到黑白双煞的毒手，我苦苦寻找了10年，杳无音信。最终心灰意冷，于是我便归隐山林，对这种冤孽之债赎罪。从此湖畔听钟，林中望月，了此残生。铁大侠，小辈身在朝廷，对江湖事不甚了解，但我明白
你此战是为了正义，此过并不怪你，何必自责？这件事情，我自责了20年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最对不住的，就是那无辜的胎儿。可如今，却有人逼我重出江湖。黑白双煞与这起宗命案难逃干系。他们逼我出来，就是为了报仇，其目的就是让各大门派追杀于我。他们都是黄花会的人，兵戎相见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只是小辈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：既然千龙爪是铁氏的独门绝技，怎么江湖上也有人会的一招半式？千龙爪的秘籍中，千龙伏虎一策，在我的父辈就遗落江湖。黑白双煞是否得到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铁大侠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抓住黑白双煞，还你个公道。多谢。你我虽然初次相识，但我铁飞却倍感亲近。若不是现在这个环境，我田某定会邀请你狂情豪饮的。那又何妨，咱们直接去饮个痛快。好。来，前辈，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哎，不要叫我前辈，叫我老铁就行了。不，小辈怎敢与您以平辈相称呢？哎呀，江湖行走就不必拘于礼节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来，很久没有这么喝过痛快的酒了。老铁素来不与朝廷中人交往，但是看到大人之后却是倍感亲切呀。难得如此的豪爽，老铁佩服啊。无双羡慕老铁的潇洒，若不是朝中的事情放不下，无双也想闲云野鹤浪迹江湖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来，再来一碗。飞剑燎点刺，跃居天顶降魔钟。
谢老天。应该谢谢你才对啊，刚才那个姑娘她是冲着我来的。她就是使用千龙掌杀人的疑犯，我早晚都要抓住她。看她一身白衣，倒是继承了白沙的衣着。执意要走吗？我心已决，明日青龙山武林大会，我一定会向英雄好汉们说明一切的。明日的武林大会又是请帖大会，各大门派都恨不得亲手抓住你，无双断不可以让你去冒险呢。老铁现身，想必黑白双煞也会出现的。一来还我的清白，二来帮你抓住真凶，了结此案。万万不可，这样是去送死啊。老天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这样也可以做个了结。这个身影甚是熟悉，让我想起了爹。但小时候太无知，只知道爹叫爹，娘叫娘。一晃二十年了，我的记忆也越发的模糊。你这堂堂花魁怎么跑到这儿打打杀杀的地方来了？听说闻名遐迩的铁大侠要来，小环想来瞧瞧他的风采。啊，各位武林同道，今日在此召开武林大会是为了抓住铁飞，所以我们的武林大会又叫做寻铁大会。铁飞消失了二十年，却突然再现，以其独门绝技千龙爪再现武林，滥杀无辜，坏我武林名声。今日我们制定擒铁计划，定能抓住元凶，手刃铁飞，重整声威。擒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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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擒铁。请大家冷静，请少林方丈到台上指点指点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老衲无话可讲。贫道了解，铁飞不可能是凶手。铁飞义薄云天，他绝对不会杀人。多谢李道长对老铁的信任。铁大侠风采果然不负盛名。是铁飞，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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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接啊！
诸位武林同道，英雄好汉们，我铁飞赶来，就没有打算要活着回去。死，我铁飞生无贪恋，绝不惧怕。但是作为人，我铁飞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。我今天前来，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的。最近被天龙爪所害之人，并非我铁母所为。我铁飞一生只杀我一个不该杀的人，但是我用了20年的时间忏悔了我的过错。我请求各位英雄好汉能够明辨是非，还我一个公道，抓住真凶。铁飞，不要再狡辩了，凶手就是你。赵王，别不自量力，就是我们这些人联手，也未必是铁飞的对手。一个破老头，打不打得过，比划比划才知道。我铁飞不想比武，伤了谁都不好。铁飞，伤了谁？你也太狂妄了吧！那好，我铁某就接你几招。卑鄙的手段，算什么名门正派？张飞诀！就这么大能耐，你上去干啥去？赵帮主，我本无意伤人，多有得罪。快走，走！铁大侠，果然厉害。老铁，慢点，慢点。诸位，如今铁某已经打完了，我请求各位英雄好汉能够静下心来，听我一言半语。铁飞，那你认为凶手会是谁？黑白双煞。诸位，黑白双煞现在是黄花会的舵主，他们勾结宦官，企图推翻朝廷。呸！一派胡言。黑白双煞消失了那么多年，何时出现过呀？
糊涂丐帮。我一直不明白黑白双煞所在的花花会人数并不多，怎敢觊觎朝廷？难不成帮主也是花花会中人？酒囊饭袋，难怪你们一代不如一代。根据小女掌握的证据，黑白双煞勾结宦官郭子仪，利用永乐大典重修之机，派黄花会等人潜入宫中企图造反，不料此计划被宫女玉秀识破，黑白双煞不得不杀人灭口。呼延大人、武城兵马司赵大人、玉秀皆因此而死，而让千龙爪嫁祸铁飞的又是黑白双煞的另一目的。诸位，黑白双煞擅长易容，说不定他们就在你们身边。黑白双煞，老铁已经在这里了，赶紧现身吧！若我的死能够换回武林的宁静，那么要杀要剐就冲我来！持作灯，入书以为之。其在府下燃，斗在府中泣。七步诗。厉害呀、啊！潜龙伏魔，
小。乡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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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你爹呀。孩子，这可玉佩送给你做礼物，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师父，你要好好学功夫，将来找铁飞报杀父之仇。铁飞，
杀了我的女儿。不知道为什么见了这个玉觉得很亲切。小小，哥哥，妞妞，爹。
姐姐，我想离尘归隐，我已经无心再当着人间的花魁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为天下苍生，舍我无畏。我身为朝廷命官，定当对朝廷忠心不二，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。你为朝廷效命，我为江湖奔波，我会一直守护你。不说，我等着你。
黄花会余党尚未缠禁，我将会一查到底，永不退缩。